见识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去体会到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一样都是人，可是他们也在遭受着痛苦，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喜怒哀乐。那我会觉得会帮助自己的视野打开吧，觉得不会只限制在眼前，比如说去念书、考试分数，或者是自己的生活圈之类的。对我来说，意义是蛮大的。巨大的牙齿模型成功吸引了菲律宾小朋友的目光。这群来自台湾的大学生正在进行洁牙的卫教课程。我们主要做的就是，是从生活习惯开始改善的。是慈济大学的张雨琪，2014年7月和20几位同学参加了9天的菲律宾国际志工服务团队。由于成员全部来自医学院，也特别注重健康观念的宣导。Hey darling, do you have alcohol? Alcohol is so good. I want beer. No, I don't have any beer. Stop drinking.And be conscious, you look so bad. Get out. 就是直接进行烟酒的，就是要戒烟戒酒那些，就是等于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去避免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可能不一定对知道这个东西的危害在哪里。小朋友可能就是我们在卫教课程上面，因为他们菲律宾的母语还是菲律宾语嘛，然后有些是原住民，所以可能我们讲菲律宾语可能沟通上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可是他们每一位在上课过程中不管听不听得懂，他们还是很踊跃很热情的跟我们互动。虽然有语言的隔阂，但大学生利用模型道具、歌舞和戏剧，加上班级老师协助翻译，成功跨越了语言障碍，让小朋友学到卫教知识。When you hear L-I-C-E, life, let's do this whole life. L-I-C-E, life.Okay, music. Let's stand up and do it together. Let's stand up and dance together.现在有开始接触不同文化的话，那我们以后当医生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很多不同文化的病人，我们也会知道我们要怎么尊重他们。
菲律宾位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常年饱受地震、台风等天灾侵袭，加上贫富悬殊，穷苦人家不在少数。2013年底，一场海燕强台在菲律宾中部造成毁灭性的灾难。菲律宾慈济志工在第一时间发放现纸卡、毛毯等物资，还推动以工代赈，让灾民尽早重建家园。这次志工服务团也特别来到灾区协助义诊。小姐，不要放心，刚才是听说比较严重就要翻了。菲律宾慈济人举办义诊将近有20年的历史，对这些医学院的大学生来说，是一堂宝贵的课程。其实在国内受限于课程，我们基本上是不太有机会真的去接触到病人，然后跟在医生旁边跑来跑去。那其实这个算提前见习的过程，也是让我们学习很多。像我是在针灸科那边，然后就会协助出针，然后一些就是平常你真的是碰不到的，课堂上不会遇到的事情。大学生在候诊区带动起欢乐的气氛，也见证了慈悲的力量与当地人民的韧力。我觉得菲律宾的人真的很单纯，单纯到你会觉得，哇，他们真的是，他们其实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可是他们就是心，好像那种心存感恩的感觉。他们，每次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开心到我们就算很累了，可是一跳手语或者一唱歌，就好像精神又恢复起来的那种感觉。1, 2, 3, go go go， 就气就气就气，马不爱 ，Go go go， 就气就气就气，马不爱 ，Go。协助灾区的短、中、长期计划中，教育是重要的一环。这天团队来到灾后受损严重的东维萨雅斯大学，要和当地大学生一起盖简易教室。因为我们一群人只搭了3间这样子，然后也是第一次爬那么高，然后第一次自己盖房子吧。就小时候只会玩积木啊、乐高什么的，没想到有一天真的可以自己盖房子。虽然毫无经验，却有满腔热忱。锁螺丝、地螺帽、固定钢架，忙碌了一天，总算完成了3间简易教室的骨架。简易教室这个材料是从台湾寄过去的嘛，然后我相信当时台湾的师姑师伯应该有教他们怎么盖，然后现在的话变成他们教我们怎么盖，所以有一种他们当地的学生大学生都有帮自己的就是他们有帮自己的葫芦湾盖简易教室，所以有一种好像他们是从手心向上的人变手心向下。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约1.5小时车程，有个村落 Dreamland， 中文名为梦乡村。美丽的名称却是个缺水、缺电、建筑在垃圾堆旁的村落。一去到那个贫民窟，梦乡村的时候，有点在游览车上有点不敢下去的感觉。可是看到那小朋友在下面那么用力的跟我们挥手，所以当下也没想那么多，就直接踏下去。这里约300户人家，90%以上的居民没有工作，
生活已经困苦，加上位置临近海边，只要一有台风就成灾难，更是雪上加霜。对于生活无余的台湾大学生来说，是一幅震撼的景象。去家访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围绕着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可以去他们家，然后他们家其实很难想象，这是只有一块布就是围起来的一个家，然后就是反正只会挡风挡雨就好了。可是你会又想象说，如果今天台风来，他们家就整个都倒了，整个都是倒了，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要住在哪里。2007年，因为一次台风的因缘，当地慈济志工发现了这个繁华都会背后的贫民区，开始长期关怀，提供生活物资义诊，同时每年也为200多位学生提供助学金，改善原本高失学率的情况。Yung chuchi po yung nagbigay ng katuparan dun sa sa desire ko na makapag-graduate. 8年来，因为慈济的帮助，超过1000个学生有了上学的机会。Tapos po talaga ako ng pag-aaral, makamit na magkaroon ng profession someday. Kasi sa lahat po namin magkakapatid, ako lang pong binigyan ng chance para makatapak po talaga ng college.这次志工服务团的大学生也为梦乡村的孩子发放文具和制服，祝福孩子能透过教育翻转贫穷的命运。钟立明是印尼华侨，这是他第二次参加菲律宾国际志工服务，从当地慈济志工的身上，让他对服务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菲律宾的四姑四伯让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每次发放钱或者进行活动前，他们会先进行爱撒，就算我们没办法改变不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可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心态，我们可以先改变他们的心态。Okay. It's a very, very special occasion. Okay, let's put our palms together and bow to each other and say Amitabha. Amitabha means the best wishes to you, and let's hug with each other.从大学生手中送出的大米是来自台湾农委会的爱心米粮。由于近来米价高涨，20公斤的大米对穷苦人家而言是雪中送炭，也是传递来自台湾的温暖。师伯会跟我们说，请你给他一个笑容，一个关怀或一个拥抱，他们就好像可以接收到那个心意这样子。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太多，那如果真的关怀跟拥抱对他们有帮助的话，那其实我们还蛮乐意的。然后我们跟他们拥抱之后，他们也会很开心。所以就是我们有走过他们的生活，有踏过他们的土地，有感受到他们那份应该会说很辛苦然后过生活，可是他们却不是用辛苦来面对，他们是用欢乐去面对一切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应该也要学习他们那样子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这些来自千里外的年轻人和当地小朋友唱唱跳跳，同一片天地却是两个世界，付出才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我们带给他们的不只是短暂的快乐啊，就是所以才会要也算要求吧，或提醒我们每个伙伴，就是即使再累再辛苦啊，也是要用笑容跟真诚的心去面对他们。即使在我们离开之后，他们还是可以保持这份乐观的心。这天是菲律宾慈济志工所举办的第188场大型义诊，包含眼科、牙科、内科、手术外科、复健科、小儿科、皮肤科及针灸。160位医护人员、700位志工要服务超过2000位病患。一大清早已经排了很多民众，他们有人半夜12点就来排队，有人搭乘8小时的公车前来，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可见一斑。We're here at quarter to seven. We're here. 6:45. We're here. We just awakened now. Yeah. 3 a.m. We're awake. Oh, three. Yeah. To prepare. 对，就会让我感受到说，哇。菲律宾真的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医生的人，因为看医生其实很贵，然后他们真的是很珍惜可以看医生的这个机会。还有一个那是44岁没有看到医生的，还有一位是一位中年妇女，她的是甲状腺肿，然后是肿到就是这样子，她的脖子是没有办法低头的，然后是志工跟她询问说她这个已经20年，我们看到都傻眼，因为我们只有在病理课本教科书上会看到这种情况，然后他真的站在你面前，然后可以听你讲话，就还真的是很震撼的。这些立志成为医护人员的年轻学子，跟在医师身旁帮忙，也更加坚定了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就是一个专业的医护人员养成，他不是就是一直学习专业方面的技术或者技能或者知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然后是病人，要怎么去应对，就是要有同理心，然后要付出那个就是有那种关怀跟爱。因为他们是很需要，所以让我有一种动力，说我们现在就要好好学习，以后因为我们也没办法预测我们以后要走什么科，所以我们现在不论在哪一个方面，我们就要好好学。是从大一、大二是学所谓的人文关怀跟医疗伦理嘛，那我觉得就义诊提供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证的机会，你可以看到，哎，原来真的教科书上写的困难问题是会发生的，那该怎么做或者怎么执行，也是真的有人在这么做。Since Typhoon Haiyan or Yolanda struck the province of Leyte, thank you, Master Xu Chengyan and the volunteers.May you continue to bring hope and to share the love to the world. 为期9天的志工服务即将告一段落，这趟旅程带来的影响才正要开始发酵。对于医学院学生的我们是直接的面对是病人，或者是跟人有直接相关的接触。那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在校内学习的路上，你能够先去做一些从事一些志工服务的话，你所接触到的人可能也会更多，那你所得到的那种感受、付出的那种感受跟礼物可能也会比较多，对病人的付出可能也会有更多一份的关怀或关心，然后也会有那种同理心去感受他们所遭遇到的困境或困难。我觉得志工服务对一个医学生是应该是一个必要吧，因为
我们以后要接触的人也是人，那现在的话我们要培养一种乐意付出有服务热忱的一个人，一个态度，所以对未来一定会有帮助。那以后可能我们可以培养我们比较体贴关心的一个医生。我们去很多的菲律当地人的感谢，应该是对这些20年来师姑伯们的感谢，而我们只是刚好去接收这个部分而已。那其实我们也会觉得20年的耕耘不只是，如果是外地人进去，20年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必定是有带动到当地的居民愿意一起来做。那这个自主性我会觉得还蛮厉害的，就是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哦，原来20年的耕耘是可以之所以可以耕耘20年的原因是因为当地的居民认同，然后愿意一起来做的，这印象很深刻。爱是一个人包容所有